就是我们队里有一块地，然后因为建高速公路嘛，就征收了。现在就是有一些补贴的钱过来嘛，然后整个大队现在正在隔壁队长家里开会，就是分这个钱。我听老蛙说钱好像是还有个10000多块钱，就是可能现在这个分的这个方式大家都不太同意吧，现在正在那边吵架呢。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看看我们家能分到多少钱。走，大家有没有听到争吵的声音啊？走，就是这样。晓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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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给我主席嘛，主席别忙，主席不能，我天天就在这里。那么，香香，这个牛肉干晒得好不？好啊，好硬呀、啊！吃两块，搞两块试试。我们家里有。比较暗，然后老王看不见嘛。问了一下，老王说可以分到900多块钱。你猜最多的一户人家，人家能分到多少吗？不晓得。分到2000多块，人家是按人口。这里是三倍啊。对，因为他们家就是儿子比较多嘛，然后各个家庭都分立了那个门户，所以钱就比较多。像我们家就一户，我爸一户，因为没有儿子，所以得到的钱还是少。刚刚我总结出来一个经验，在农村还是多生儿子好，分到的钱多。狗屁，不要生儿子，现在都喜欢生女儿，生个儿子多大开销啊！你买房买车的，彩礼现在几十万，搞得起啊？生两个儿子就要破产，帮他买几万媳妇就破产了是吧？有900多块钱也是挺不错的，出去晚上用来买菜。